的身体为之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教导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妙法莲华经如来寿量品第十六现在讲的妙法莲华经第十六是如来寿量品如来是佛的十号之一有的人呢不明白佛法的人就说啊、哦，那是如来佛祖啊他以为啊这如来佛祖是单单一个佛的名字其实这如来啊是所有的佛的名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无论哪一位佛都叫如来都叫应供都叫正遍知明横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都有这十个名号那么现在单讲这个如来怎么叫如来呢金刚经上说如来者无所从来一无所去故名如来这如来呢他也无来无去所以叫如来又有一个讲法是乘如实之道来成正脚乘这个乘呢就是个如如的智来呢是如如的境以如如的智来观如如的境境智的如如也没有境也没有智智境合一这个道道是个因脚就是个果这叫因缘果满因也圆了果所以就满了嗯，所以这叫如来这如来是佛的名号之一啊，又有二佛又有三佛又有本佛又有继佛什么是二佛呢二佛是一个真身的佛一个应身的佛叫二佛真是真如不变不变随缘是从体立名是个体应身是随随缘而不变随不变而随缘咱们这个是啊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这叫应身佛再举出一个例子来呀说明来的真身就好像空中的月月光一样这个应身就好像啊那水里边的月光一样它是因为有个真正的月光所以呀、啊、映到水里头也有月光那么水里头这个月光那个月亮也没有来天上的月光也没有去
这叫千潭有水千潭月，一千个里水池子里头有水呀，它要清净的就有一千个月光。那么一千个月光并不是这个月的本体到这个水里边来了，可是虽然不是月的本体来，但是那个水池里可能有月光，月光可是有的，虽然有可不是啊那个月到这儿来。所以说千潭有水千潭月，万里无云万里天，一万里没有云呢，一万里都有青天。所以咱们这个如来一普如是，就是释迦牟尼佛到这个世界来示生，虽然是生可是他也没有生，虽然是灭他也没有灭，因为什么呢？他那本体没有动。这个释迦牟尼佛到这个世界来，这是啊，无生是生，不灭是灭。他那个本体的法身，那个真身的佛也没有动。所以你不要以为啊，佛就和我们众生是一样的。佛到这个世界上来呀，不是像我们这么来的。啊，释迦牟尼佛在他母亲腹里的时候，一定就给呀天龙八部啊人天为这个人天而说法。所以呀，咱们现在讲如来的寿量品，如来的寿，这个寿啊，就是那个色寿想行识那个寿，当那个讲，和那个寿是一样的，寿者寿也。量呢，量就是全量，全量也就是啊，来全显出来它这个数量。那么现在如来所受的这个受量啊是多少呢？是没有数量的量，数不过来那么多的那个量，所以这叫如来受量品。这个如来讲起来啊是这个意思啊，太广泛了。就单讲这个如字和这个来字，要讲啊，问详细了讲也够讲几年了。这个如字啊和那个妙字啊，意思是相同的啊。你不如就不妙，不妙就不如，你如了才能妙，你妙才能如，所以这如来也就是妙来啊，这妙来呀，就不是啊像俺们这个人这么来的。俺们这个人生也不知怎么生的，死也不知怎么死法。这个如来呀，生他也知道怎么生，入涅盘他也预先就知道怎么样入涅盘。不要说如来这么大的德行啊，富有万德，荡无纤尘啊，这如来是富有万德，荡无纤尘。在那华严经上说啊，那个清凉果是赞叹如来，他说故我世尊啊，故我世尊，所以我世尊，我这个佛十身出满，他有十种的这个身圆满了，正脚始成，在这个他成方才成佛的时候，乘怨恨以密观，混虚空为体性啊，混虚空为体性，就是啊和虚空
成为一体了，富有万德，他那个富贵呀、啊、万德荡无纤尘，那种清净呢、啊、一点尘埃都没有。哎，这是如来这种境界，他这种智慧呀、啊、好像大海一样，这叫占智海之澄波，虚含万象，像好像那个虚空包含万象似的啊，侥幸空之满月，顿落百川啊，这赞叹这个如来。不起树王在这个菩提树下不起来啊，说这华严经在这个法界里头说七个地方啊，说华严经，所以这叫不起树王如其处于法界，无为后继，他不为啊将来的后继。嗯，唱酒会于初城，畅谈呢这个九个法会，在最初成佛那个时候。嗯，所以如来的境界是说不能尽的。那么这是二佛、三佛、三佛如来，也叫三身如来。三佛啊，也有三身，三身也就是三佛啊，三佛，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过去是已成的佛，现在是将成的佛，未来是没有成的佛。啊，没有成的佛，现在也把它算成这个佛的数目里头，所以三佛。三身如来就是啊，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亿化身。清净法身是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啊，是遍满一切处的，无在无不在，没有一个地方他不在，没有一个地方他在。那么究竟是在是不在，也是在也是不在，这个因为它是清净的。说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那么我不知道了，那个不干净的地方一定会没有的啊，因为它是清净的，不清净的地方一定会啊没有佛的法身了，不是的。清净不清净，这是在人的分别，在佛的境界上啊，就是不清净也变成清净，清净更清净了，不清净也变成清净。你没有听这个《法华经》前边那个三遍土田，那个三遍土田也就是把那个不清净的地方都变成清净了。所以这个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遍满一切处，圆满报身，卢舍那佛，这卢舍那佛啊，翻译过来就叫净满啊，也是啊，清净的，这是啊圆满报身。释迦牟尼佛说这个《大华严经》的时候，就是现的千丈卢舍那身。说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可是二乘人呢都看不见也听不见。二乘人看见佛呀，就是啊丈六老比丘像，在那儿是一个老比丘。在这些个法身大士大菩萨呢，看见释迦牟尼佛是千丈卢舍那身说华严经，所以才说有眼不见卢舍那。二乘人有眼睛，可是有眼睛，他们甚至于都开了天眼，但是啊他也看不见这个千丈卢舍那身。有耳不闻圆顿教，他
他们有耳朵啊，也听不见释迦牟尼佛说这个华严经啊，所以啊，有一次好像这个果荣啊说这个二乘人都看不见这个千丈罗舍罗身，俺们连二乘人呢还不够呢，也没有开悟，也没有连二乘的境界还不到呢，俺们现在怎么就可以见着华严经了呢？啊，这一个问呢是很有道理的啊。但二乘人他那个机缘呢没有成熟呢，所以啊看不见这个大乘的佛法华严经，他们看不见听不见。等了释迦牟尼佛入涅槃500年之后，由这个龙树菩萨把世间所有的文字啊都学会了，尽学通了，他都看过所有世间的书啊，他都看过。那么于是乎啊，他就到龙宫去啊，到龙宫啊才把这华严经从龙宫又啊取出来的。他到龙宫去啊，并不是坐潜水艇到龙宫去的，他是以这个正果的圣人的境界啊，虽然呢到这个水里头水也不淹他，这个正果的圣人到水里头啊，那个水呀、啊、自然就开出一条路来啊，淹不着它，就那么妙的啊，比这个用潜水艇呢还有保障啊。那么到了龙宫里，然后见着这华严经才把它寄送下来才带到世间来。咱们现在啊能见着这个华严经，这都是啊机缘成熟了啊，这是啊这个报身如来说的华严经。那么又有千百亿万化身释迦牟尼佛，这化身呢也叫应身，二身来讲就是真身呢，这个法身呢和报身合成一个，这应身算一个。三身呢就是啊有法身，有报身，有化身，这化身也叫应身，这应身如来。啊，有一个人呢，听我说，龙树菩萨到龙宫去啊，取出的华严经，说是这个事情我不相信。人不坐潜水艇可以到龙宫里去，哪有这个道理？当然你不相信。这个小孩子，3岁的小孩子，他就不会知道13岁的那个大孩子的那种境界，13岁的大孩子又不会知道23岁的这个青年人的境界，23岁的青年人又不会知道43岁的那个壮年人的境界，43岁的壮年人又不会知道啊那个80岁的老年人的境界。所以因为你没有这种的学识，有没有这种的智慧，当然是不相信了。不单你不相信，那么很多的小孩子都不相信大人的所做的事情啊。所以呢在你不相信之中，我也没有法子叫你相信，就因为你太小孩子了。那么在这个小孩子的时候，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小孩子，当他长大了啊，知道我那时候怎么那么好玩呢啊啊啊，我怎么拿着泥巴就往口里吃呢啊啊。但是
他知道已经把这个泥巴已经早就吃了，好像这个小孩子无论见着什么都先要吃一吃啊，他不管是什么，也不干净，不管是干净的东西呀，是不干净的东西，一样要吃。所以小孩子只知道吃，除吃而外啊，知道其他的道理是很少的。那么你要想知道嘛，就要来研究佛法。你把佛法研究明白了，然后你不懂也会懂的，不要我告诉你你也会懂的。在你没有研究佛法的时候，你一听之下呀，不能就认为呀是信不信，你信对我也没有什么好处，你不信对我也没有什么坏处。我是弘扬佛法的，你是想来研究佛法，那么大家就是要用一个时间来共同研究啊。等研究明白了，也没有一个信，也没有一个不信了。等你长大了，就不是小孩子那时候那种思想。他们说这话是给谁说的？你要想给你说的，就是给你说的。你要没有想给谁说的，那就是给他说的，他和你没有什么关系。你不要认为啊，我不是小孩子了，那你就是个大人嘛，大人就不应该不明白这个不所不明白的事情。尔时佛告诸菩萨，及一切大众，诸善男子，汝等当信解如来诚谛之语，佛告大众，汝等当信解如来诚谛之语，又复告诸大众，汝等当信解如来诚谛之语，世世菩萨大众密雷为首，合掌白佛言：世尊，唯愿说之，我等当信受佛语，入世三百已，不言唯愿说之，我等当信受佛语。儿时就是啊，说完了从地用出品，说这个如来受量品，这个时候什么叫如来受量品呢？就是如来呀，这个受量呢有多长，有多少数量。这品呢是第十六。当儿之时啊，佛告诸菩萨及一切大众，这时候佛就对所有的在法会这个诸菩萨及一切大众，这大众啊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八部啊、善男子、善女人等等，这大众就说：诸善男子，说你们这么多的好孩子啊，善男子，汝等当信解如来诚谛之语，你们现在要清净其心，你收摄你的身心，也就是啊，就你不要打妄想，不要啊生出一种疲倦来，听经啊要啊
生出一种恭恭敬敬的心，不要打妄想。在这个听经的时候啊，一定要清净其心。你要最要紧的，你要相信啊，又要明白如来成谛之语呀、啊。如来所说的话呀，都是啊，实实在在的，真的，一点假的也话也没有的。那么佛告诉大家完了之后，大家就是啊，看见法会里边呢，有的打妄想那个心还没回来，所以呀、啊、也就没有停啊。打什么妄想呢？啊，回来还想啊，佛什么时候讲呢？那么佛就现在就讲了他，竟挂着打妄想啊。佛现在讲他也听不见了啊，并不是聋子，他并不是聋子，就因为啊他打妄想。所以佛一看他打妄想了，就又再说一遍，说是啊，又告诉了大众，汝等当信解如来成谛之语啊。你们各位要注意一点，要特别的注意听着佛要对你们所说的话，都是真实不虚的。佛呀，啊，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妄语者。啊，佛呀，对你们讲的是真实实在在的。啊，这又告诉了一遍，成谛之语，又告诉了一遍。大要其中啊，还有啊，没有注意听到的，并不是啊聋子，没有听见，根本就听不见了，因为就是他没有注意，所以佛又说了一遍，或者又复告诸大众，又啊对大众啊讲了一遍啊。汝等当信解如来成谛之语啊，你们这些个大众啊，你们应该呀、啊、特别的注意啊，相信呢、啊、如来所说的这个法。以前呢，我是所说的方便法，权巧方便来教化你们。现在我对你们说的是开权显实了，把这个方便的法不用了，用这个真实不虚的法来告诉你们。我所以现在我所说的话才是真的。事实菩萨大众弥勒为首，在这个时候啊，这么一些个大菩萨里边呢，弥勒菩萨是上首，是啊，他是上座，也就是首座，也就是第一个座位啊，合掌白佛言，因为他是啊一切菩萨的领袖，菩萨的首领啊。所以就合起掌对佛说了，说世尊唯愿说之啊，说世尊呐、啊，现在俺们唯独愿意你快点说了，我等当信受佛语啊。俺们现在这些个菩萨啊，这些个法会的大菩萨，应该信受佛所说的这个话，俺们一定不疑毁了。佛讲什么法，俺们就相信什么法，俺们绝对不敢的怀疑了，不敢再有啊这怀疑的心理了。啊，请佛你快点说了。入世三百
像这样子说了三次，也就是因为说一次佛啊还没有开口，咱们又说了一次，这是啊比较又诚心一点呢，恳切一点。那么又说一次佛还没有开口，还是默然呢在那地方坐着，那么所以又说了三次，这叫三番结摩，也就是三请，三次啊请法啊，请法这表示啊至诚恳切，入室三百也。复言唯愿说之，在这个三次之后又说了一遍，这叫再次，说了四次，说我等当信受佛语啊，我们大众啊现在决定要信受佛所说的这个法了。尔时世尊知诸菩萨三请不止，而告之言汝等谛听如来秘密神通之力，一切世间天人饥饿修罗皆为今释迦牟尼佛出十世宫去切耶城，不远坐于道场，得多罗三藐三菩提。然善男子，佛时成佛以来，无量无边百千万亿挪有陀劫，譬如五百千万亿挪有陀恶僧祇，三千大千世界，假使有人莫为微尘，过于东方五百千万亿挪有陀恶僧祇国，乃下一尘，入室东行，尽是微尘，诸善男子，于意云何？世诸世界可得思议，孝悌知其数毫。这个弥勒菩萨和这个法会的大众菩萨四请啊释迦牟尼佛说法，当而之时啊，这释迦牟尼佛知道这所有的这个大菩萨三请不止，那么他三请三次啊来请法不止，不止就是第四次，而告之言啊，对呀、啊，所有这个菩萨摩诃萨呀、啊，说了，汝等谛听啊，说你们呢，各位菩萨啊，好好的听着，注意听。如来秘密神通之力啊，佛呀、啊，这种啊秘密的横门、秘密的神通啊，这种秘密的境界的力量，一切世间天人及恶修罗，所有一切世间的人等和天上的人等啊，和这个恶修罗的天龙八部等皆为啊，都是这么说，他们都是这样讲。怎么讲呢？他说呀，现在的释迦牟尼佛出十世宫啊，他呀
在这个净饭王那个宫殿呢出来，这个去切耶城，到这个山的城里边去，不远，离那儿大要有五里路，哎呀，坐于道场，在那儿啊坐菩提树下修行，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他在那儿成佛了，坐他那儿啊49天就成佛了，其实不是，怎么样子呢？然善男子，然呢就我告诉你们这个样子，你们各位善男子啊，我师成佛以来呀，要是讲到我一定实实在在成佛到现在呀，那个时间呢可没有法子能算得过来了，怎么样呢？啊，是没有数量那么多的大劫了，没有边那么多的大劫了，百千万亿挪油陀劫啊，100个挪油陀，1000个挪油陀，10000个挪油陀，那么1亿个挪油陀劫啊，也说不完了，这个劫时间太久了。啊，我现在呀，说这个数目不知道有多少了，我举出只可以举出一个譬喻来，用一个譬喻啊来告诉你，譬喻什么呢？譬喻啊，譬如百千万亿挪又陀恶僧祇，有100000个挪又陀恶僧祇，那么多的世界啊，百千万亿挪油陀恶僧祇，3000大千世界，那么多个3000大千世界，不是就1个3000大千世界，就100个3000大千世界，1000个挪油陀恶僧祇3000大千世界，10000个挪油陀恶僧祇3000大千世界啊，乃至啊一万亿啊，这个挪油陀恶僧祇3000大千世界，这就是啊说这个时间最长了，没有法子算得过来。这么多世界怎么样呢？啊，有这么多的世界，假使有人在啊，譬如有一个人怎么样呢？魔为微尘呢，把这么多的3000大千世界，没有数量这么多的3000大千世界，把它细磨呀，就像磨蜜似的，怎么样？把它细磨，磨磨成微尘了，把这个整个世界的碎微微尘磨为微尘，过于东方啊，向东方走，走过去有啊500000万亿挪油陀恶僧祇国，过了这么多的500000万亿啊挪油陀恶僧祇这么多的国家。乃下一尘，就啊放下一粒微尘这么多，啊，过500万亿这个挪油陀恶僧祇国下一粒微尘，入世东行，像这样子啊，过500000万亿挪油陀恶僧祇劫，恶僧祇这么多的国家，放一粒微尘，放一微尘尘，再过去这么远。啊，又放一粒微尘，尽是微尘，把这些个微尘呢都放没有了，尽是微尘。诸善男子，你们各位啊，这个菩萨摩诃萨呀，于意云何？你说这个数目是多不多啊？啊，这个数目多不多？是如世界呀。这一切的世界你说多不多啊？可得思维孝济知其术法，你们可以呀用你们的心思来思想，来呀用你们最巧的这个算术师来计算来孝济知其术法，
知不知道它的数目呢？知道它数目有多少吗？弥勒菩萨，具白佛言：世尊，是诸世界无量无边，非算数所知，亦非心力所及，一切声闻必知佛，以无漏智不能思维知其现说。我等住恶必薄至敌，于世事中以所不达。世尊，入世诸世界无量无边，而是佛告大菩萨中：诸善男子，今当分明玄宇，汝等是诸世界绕招为尘，即不着者，今以微尘，一尘一劫，我成佛以来，福过于此，百千万亿挪由陀，厄僧祇劫。自从世来，我常住此娑婆世界，说法教化，已于处百千万亿挪由陀厄僧祇国，导利众生。弥勒菩萨和这其他的一切的大菩萨等，具白佛言，同时啊，对佛说了：“说世尊呐，世诸世界，这个方才你说这么多的数目，这个世界呀，无量无边，这么多呀，非算术所知，不是用算术能算得出来的，亦非心力所及，也不是啊。”一般人的心力所能啊想象得到的，一切声闻必知佛，所有一切的声闻和这个必知佛，这个声闻缘角等，以无漏智，以他们没有这个烦恼无漏这种智慧，不能思维。他们虽然智慧很大，也是不能知道这个数目，知其限数，不知道它这个限度啊，的数目，就是啊，没有一定的数目，不知道它这一定的数目。我等住恶比拔智地，我们这些啊，都是住到这个不退地了。恶比拔智啊，是梵语，翻译过来叫不退地。不退啊，就是位不退，位不退，不退于二乘，横不退，也不退于啊，这个，二乘的这种横，念不退，这个念也不退到二乘这种的念，啊，于世世中啊，俺们在这个世啊，这个数目啊，理所不达。俺们也不明白，达不到啊这种的数目。世尊入世诸世界，世尊所说的这么多的世界无量无边的，是没有类数量，也没有边际啊。而是佛告大菩萨众，当而之时啊，释迦牟尼佛就告诉这一切的大菩萨众啊，说了，说诸善男子，你们这些各位善男子啊，今当分明玄宇啊，你们不是不明白吗？你也不要着急。现在啊，在这个时候啊，我就给你们分明玄宇，我呢、分明很清楚的来告诉你们啊，玄宇如等，
世诸世界，这个没有数量这么多的世界，要招为臣，或者下一个微尘这个世界，那么过这五百千万亿挪由陀厄僧祇这么多的国都没有下微尘的啊，即不招者，不招者就是经过这么多的世界国家也没有下尘的。那么现在无论下一粒微尘的和这个没有放下一粒微尘的，这么多的所有世界均以微尘呢，都把它们磨成了微尘，一尘一劫，由一个尘呢，一粒微尘呢，就当它算一个大劫啊，一尘一劫。我成佛以来呀，我成就这个佛道以来呀，到现在呀，福过于此，那个数目啊，加倍这个数目都不止啊，福过此百千万亿挪由陀厄僧祇劫，比这个又多了这么百千万亿挪由陀厄僧祇劫这么长的时间。自从世来呀，我自从啊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呀，常在此娑婆世界，我常常呢就在这个娑婆世界说法教化，我给众生说法教化一切众生，不单在这个娑婆世界我来说法教化众生，以于余处啊，在其他的世界呀，我也给呀一般的众生来说法百千万亿挪由陀厄僧祇果呀，啊，那么多的道利众生啊，我都啊用种种的方法啊，也不怕苦也不怕难，来呀教化众生道啊，见着这个众生我看他欢喜什么我就给他说什么法啊，欢喜大乘我就给他说大乘法，欢喜小乘我就给他说小乘法，他是个身用声闻根性我就给他说四谛法，他是一个圆角的根性我就给他说十二因缘法，菩萨说六度万行法啊，遇着种种的根性的众生我就啊给他们说种种法，总而言之导啊，导啊就是引导他，利就是对他有利益。释迦牟尼佛在数不尽呢、这么多的大劫以前一境就成佛了，所以呀、他所度的这些个菩萨弟子才有这么多充满三千大千世界的虚空，都是啊他的弟子，这是在法华经上啊，这叫开权显实，说出啊他本来的成佛时间，但是啊这个时间因为太多了太长远了，所以就说不过来了，这是啊法华经。那么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经典最妙的也是最大的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一部经是在龙宫里有龙树菩萨请出来，俺们现在呀才能遇到这一部经典。这法华经现在讲到第十六品上，还有啊十二品，相信很快啊会讲完了。讲完如果你们要不怕大不怕多不怕不明白啊，我们就讲华严经。
你们要怕大，说啊太大那你就不要听，你要怕多也不要听，你怕你这个啊我教佛法教少少的就够了啊，那也就不要听啊。那么你要不怕教佛法多就应该听，我相信不会怕多啊，记忆力那么好，多一点记得越多越好。既然不怕多，要特别的用你那个那种的般若的脑啊，也就是电脑来记它，就是你自己那个 computer 电脑叫什么 computer、来记。那么不怕大不怕多也不怕时间久，你看释迦牟尼佛成佛这么久了，数不过来这么多的时间，他还不怕久呢啊。咱们现在我相信呢，这个大的道场就是预备做一个华严大道场。这现在世界华严呢，讲华严经呢可以说是很少很少的，讲华严经是很少，但是这华严经的妙处是很多啊。我今天呢稍微讲几句这个华赞华严的，就把这果宁呢讲得不宁了，几句乎头上都冒汗了所以呢这华严经又讲起来哦，那可是真的我告诉你们我没有听过华严经因为没有那么多人会讲那么你怎么要讲呢？没有听过怎么要讲呢？没有听过就不能不讲的，没有听过的事情多了，那你就都不会了，那变成石头人了。所以呢，你们要是愿意学佛法的，就是要把佛法吃饱了的。吃饱了，你要想吃饱，就是要吃华严的佛法啊。要不吃华严呢，不见华严，不知道佛的真富贵。佛的真正的富贵就是华严经。现在告诉你们，稍稍等那个俺们大道场成就了，我一高兴就把这个大的法、多的法都传给你们。我再和你们讲啊，一个神话，叫鬼神那个神，这个神话。我虽然没有听过《大方广佛华严经》，但是我讲的可是讲了很多次了，但是不是现在讲，是过去讲的。那么，所以为什么我欢喜讲的呢？因为我看那个文章太好了，尤其清凉果实他写的文章，我最欢喜。我读这个文章啊，和我非常有缘，读一遍呢再就不忘了。所以啊，因为我不忘了，我不要做那个拿着本子的教授，看看本子往那抄一抄，所以啊跟你们讲还可以的。告诉你们一个神话，如果我又忘了，这个清凉果实在梦中他就会告诉我，说那一句是那么样的，说是哦，剖裂玄微照阔心境，穷理尽心彻果盖因，我就想起来了，这个剖裂玄微。把这个玄妙都给本来没有法子剖裂的，没有法子给它破开，都给破开了。剖裂玄微，照阔心境，把这个心境都是照得清清楚楚的，心里的境界。照见那个照没有那个四点水，照阔心境，阔就阔，空的意思。
穷理尽性，穷理把那个理都没有了，什么理也没有，尽性性也没有了，彻果盖因，嗯，彻果盖因，那个因果同时，嗯，因果同时也没有因，因就是果，果就是因，嗯，就时候的时候，这是啊，这可妙的极点，这个话说的是没有法子讲。诸善男子于世中间，我说燃等佛等，又复言起入于涅盘，入世皆以方便分别，诸善男子，要有众生来至我所，我以佛眼观其心等诸根利钝，随所应度，处处自说名字不同，年纪大小以佛现言，当入涅盘，又以种种方便说微妙法，能令众生发欢喜心。诸善男子，这个诸字啊，当个多字讲，就是很多的善男子，嗯，很多的善男子，也就是很少的恶男子，恶男子很少了，也可以说是没有，所以就是很多的善男子，这是一个讲法。这个诸字也有可以当一个语助词来讲，语助词，什么叫语助词呢？就是帮助这句话呀的一个名词，这个诸字所以可以当多字讲，也可以当一个一字讲，说是这个法师你讲错了，这个诸字啊，我在任何地方听见人家都是当多字讲，那么你在这个地方就听当一个少字讲也可以嘛，这个当语助词来讲就是当一个讲，就是啊，你这个善男子，诸善男子啊，也就是啊，你这个善男子，这个当一个善男子是对弥勒菩萨说的，这可以说啊，你这个善男子，当多的善男子来讲，就是啊，和这所有的菩萨在法会的这些个大菩萨说的，所以啊，那么这意思，可能各位都明白了，你们以后呢见着这个诸字你就知道了，这个可以当多字讲，又可以当少字讲，于是中间呢，于什么中间呢，就是于这个用这个500万亿挪由陀恶僧祇这个国度啊，放下一个尘点，放下一粒微尘，把这个500千万亿这个
世界啊，三千大千世界这个磨成尘了，过五百千万亿呀、啊、国家，恶僧祇呀、啊、国家下一个沉淀，把这个尘呢都没有了啊，然后再把所经过这么多的国家都拜他，再磨为微尘啊，每一粒微尘呢就算一个大劫，那么在这个中间，就在这个中间，你说这个中间是多长时间呢？没有人算得出来的。我说燃灯佛等啊，我呀在这个中间我就说了，我说我在燃灯的时候，我是啊叫善慧菩萨的名字，又复言皆入于涅盘。在燃灯佛，我的名字叫善慧呀、啊。遇见燃灯佛，他给我授记，说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啊，我又说啊，又敷衍岂入于涅盘？我又说燃灯佛在什么时候怎么样入涅盘？入世皆以方便分别，我所说的这些个法呀，我现在告诉你，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这个说法呀是方便法的，是对众生的根性而说呀，这种的因缘，这种的本际的事情，在过去中这个因地的事情我才说啊，入世皆以方便分别呀，你们不要拿它当实在的。诸善男子，你们各位善男子，饶有众生，假设呀要有这个世界上的众生来至我所，他到啊我这个佛的前这个地方来了，我以佛眼呢，我呀就要先观察观察他。以什么观察呢？我以这个佛眼来观察。观察什么呢？观察他这个信等。信等等什么呢？啊，等于静念定慧，信静念定慧，这叫五根。观看他的信心有没有，观看他的这个静根有没有，有没有精进呢、啊、这个根力，有没有心的根力，有没有念的根力，念念佛法，有没有定的根力啊，他学佛法是不是今天学佛法，明天又去学魔法去了啊，今天学菩萨法，明天又去学那个鬼法。什么叫鬼法呀？哈，鬼法你不知道，因为你们有学过，所以你不知道这鬼法门。什么叫鬼法门？就是见不得人那种法门啊。什么叫见不得人那种法门呢？就是秘密法门。秘密的法门呢，那里头就啊有啊神啊鬼呀 啊你小心呐、啊！你不听我话，我派个鬼去惩罚你去啊！你怕鬼啊，就要听他这个老师的话啊！我先对你们说明白，我没有这个本领，你们不要怕我。
你就骂我，我也不会派一个鬼去叫你这个嘴肿的啊。所以啊，就是有人骂我，也不会受什么果报的啊。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没有那鬼法。定、慧、慧就智慧，智慧要有智慧的根。你要没有智慧的根，就不会生出智慧的芽啊。你有般若根，才会有般若芽呢。这个芽不是这个牙齿的芽，就是啊，这个种子种到地里生出这个芽来啊，生出这个芽。对，芽字呢，用一个草字头啊，芽，这般若芽。那么这五种，这叫根，因为它以生长为，所以叫根。你有信根啊，一听佛法，这个法师讲的，哎，这个佛法是不错的，是应该信的，人是应该守规矩的啊，不应该就这个不守规矩啊。他信了，信了，于是乎啊，就天天都守规矩啊，一天吃一餐啊，他就吃一餐啊，你叫他偷东西吃他也不偷，为什么要守规矩啊？这是这一个信心。虽然说就吃东西这是个小问题啊，你认为是小问题，我认为是大问题。你吃东西，你要是自己不能守规矩，那干旁的更不能守规矩了。所以我们先呢，在日用上，你一天呢所行所坐一定要有一个规矩，要有一个标准。标准呢，就是我有个目标啊，我要这么做，我一定要达到我这个目的，我这个所想象怎么样做我就怎么样做，这叫目标啊。就是信，不是说呀啊，到这个佛教讲堂去听经，听完了就像耳边的风吹过去了，过耳不留啊，也不相信。我有几个朋友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到那地方看一看啊，这不是来小法，是来看法来啊。那么这信心要有，那么心，然后就要有精进。你光心了，你要不去做去也没有用啊。你单有信根，没有进根，进根就要精进啊。我听见佛法，我听一句我就行一句，听十句我就行十句，我一定要精进，向前去精进，这是进根。你单单有进根，你要是忘了它，你不念兹在兹，总要修行啊，那也没有用了。你呀、啊，今天我精进了，不吃饭，不睡觉，来拜佛念佛，做了一天一晚间的工作，觉得很疲倦了。哦，我也是要休息休息啊。这一休息一睡觉，睡了三天。你精进了一天，睡了三天啊，回来睡了五天，是要休息多几天啊，太疲倦了。这没有用的，这就是没有念根了。你要念兹在兹的，我今天精进，明天也精进，后天也精进啊，这个月精进，那个月也精进啊，今年精进，明年精进，年年都精进。要啊，总要啊念兹在兹不忘的，就这样啊，可以有念根。有念根，你念长了啊，念不退了，念根不退了，那么这生出定根来了。这定根生出来了，你有定根才会有智慧。你为什么常常有什么事情你就不明白，你很迷的，就因为
你没有定力，没有慧力嘛，没有定根，没有慧根，所以就迷了。那么这个佛呢，看这个众生来了，就观察他这五种根，有五种根又变成五力，这个因为它有一种力量，所以又叫五力，五根五力。那么佛呀，观察他这种因缘，哦，我跟你说法，你会不会信呢？啊，你信了，你会不会行啊？你行了，又会不会长远呢？你长远又会不会永远呢？都有一种定力不变呢？啊，这要观察这个，观察这个，所以说啊，诸根立顿，信等诸根，诸根呢，就是这个信、尽、念、定、慧，这五根叫诸根，哎。这个诸根立顿，立就是啊，锋利、锐利啊，就是聪明啊，也就是有般若根了啊。立顿，顿就是愚痴啊，就是不锋利，好像这个刀。用这把刀一割什么物件，把这个物件割断了，这叫利。这个用这个刀割这个物件，割也割不断，割也割不断，你好像用这个扇子，你去想把这个木头来割断了，它总也割不断。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钝嘛啊。你用一把真正的刀，这么一割，它就断了；一砍，把这个木头都砍断了。人力，这就表示啊，你这个人要是聪明，无论遇到什么境界，你都会明白了，不被这个境界转啊。是啊，你能转这个境界啊，恶境界会变成善境。逆境界会变成顺的境界啊，就是要有辩才无碍，有这种辩才。钝呢啊，就很愚痴的，很愚痴，好的事情他会把它做坏了，善的事情他会把它变成恶了啊。为什么这样？就因为愚痴。俺们愚痴怎么样子？有的愚痴人家知道，愚痴因为你没有做德行，德行少，道德没有，所以就愚痴了啊。你怎么会聪明？你有道德就聪明了。俺们说到这儿，我以前已经也讲过，不过我知道你们又都给回来给我了啊，因为你们没有贪心，所以这个佛法也不要了。你们虽然不要，我这个布施心不能没有，你们没有贪心，我不能没有布施心啊。我这个布施心呢，天天都有，所以天天给你们说法，这就是给你们法的布施。啊，诸布施中法，布施为最。什么呢？我慢慢讲，你们快快的听。啊，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要讲快了，你听得不清楚。啊，所以我要慢慢讲。为什么你们快快听呢？你要啊。记住这个字，你要不快一点，你记着这个字就忘了那个字，所以你要快啊！头一个记住了，二一个字也不能忘了，这叫快快的听。啊，我讲这个法的时候，多数给你们预先给你们一个小的方法啊，
聪明，记着，乃是因止住，因之引入聪明路，不行因之使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为什么你聪明啊？因为慧真你天生啊做过好事，念过经，这也是你的因子。你也帮助过人，这也是你因子啊。你对于国家社会啊，你都有所贡献，贡献就是有所帮助啊，这你都有因子。你救过人，或者救过畜生，那个畜生要死了啊，你用点医药啊把它救活了，好像我们这个瞎眼睛的鸽子，本来它应该饿死的啊，你们这个就生出一种啊可怜心，就给它一点东西吃，天天喂它一点啊，时间久了它也活过来了。嗯，现在你大要赶它走，它也不会走了。为什么呢？这块有吃的东西。要没有吃的东西，你留它，它也不在这。啊，这就啊是因之啊，聪明乃是因之助。这个你聪明啊，就是因之来帮忙你。因之引入聪明路。你因为有因智，因智就是德性的另一个名词。因为怎么叫因智呢？就是你所做的功德呀，你自己知道，旁人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啊。这所谓啊，善于人间不是真善，你做善事啊，不一定要人知道啊。你叫人知道啊，那就不是善了，那是做的名了啊，沽名钓鱼。所谓怎么叫沽名钓鱼啊？就买一个好名啊，像那个钓鱼似的，钓了一个好的名誉啊。因智引入聪明路，你因为有因智德行，所以呀、啊、走到这个聪明这条路上。不行因智使聪明，那么你现在呀、啊、你不做德行了，不做好事了，不做呀帮助人的事了，竟叫人帮助自己，竟人用聪明啊，愿意啊占小便宜。小便宜啊，就是对我有一点小利，小的利益，这叫小便宜啊，不肯吃亏啊，这叫不行因智了，使聪明。竟用聪明去欺骗人呢 啊甚至于啊去欺骗爸爸妈妈啊，说你给我一点钱我去读书去，你说给他一，他爸爸妈妈就信他是这个拿钱去读书去了啊，谁不知道他跑到那地方去赌钱去了啊，或者啊拿这个钱去吸毒去了啊，回着拿这个钱呢去跳舞啊啊，做种种的不合理的事情，这都叫不行因之使聪明。这是怎么样呢？聪明反被聪明误，就是聪明啊太过了。聪明啊，他要没有聪明，就不会做这些个欺骗父母啊，欺骗社会啊，欺骗国家，欺骗老百姓的这种的事情。就因为他有一点聪明，所以啊就欺骗这个愚痴的人。所以在中国啊，这个老子就是一个老的孩子。老的孩子啊，他就说了，说大道废有仁义，这个大道没有了才讲仁讲义呢。智慧出有大伟，
这个智慧的人呢出来了，世间的奸人呢，虚伪的人也就有了。因为他有智慧就欺骗着没有智慧的人，所以叫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在家庭啊也是不和呀，才显出孝啊和慈的啊。国家混乱有忠臣，这国家不平定的时候才有这个忠臣啊。那么这是老子说的。咱们现在呀还不管这个老子他说的什么，咱们还讲这个诸根理论了。随所应度啊，你看他所应该度的处处自说，到处啊无论哪个地方他都自说，自己呀、啊、说这个佛法，并且说这个名字，名字就是叫什么名字，可是不同啊。在美国啊就叫啊一个名字，在中国又叫一个名字，在日本又叫一个名字啊，在德国啊，在法国各处这个名字不同，但是都是这个人啊。所以年纪大小，这个年纪或者啊大一点老一点，或者小一点，以福现言，也就是现身说法呀来说啦。当入涅槃啊，现言就说对这个徒弟就说了，说我现在要入涅槃了。其实啊佛呀也没有生也没有灭，在这个常寂光中啊常常说法的，又以种种方便，又用种种的方便说微妙法呀，说这个微妙的不可思议这种法。什么是微妙法？就是现在讲的嘛，这就是微妙法。你说啊，我听着不怎么妙啊，那就因为你不妙，你要妙听着就妙了，你要不妙就听着也不妙，令众生欢喜，发欢喜心啊。你一发欢喜心就觉得这个法妙了，你一生啊一发脾气了，生烦恼，这个法就不妙了啊。说哎，这讲什么叫我守规矩，我最不欢喜守规矩、我这个贪嗔痴，我最这是我最亲爱的东西，怎么叫我舍了它，这是不妙不妙，就不生欢喜心的。这个贪嗔痴是坏东西，我又不应该叫他陪着我天天来和我做这一个伴侣啊，我是应该把他舍了他。这就生出欢喜心，这就妙妙妙。